朱丽，不管以前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，但有些话呢，我觉得应该跟你说清楚。此时此刻就是让你选择站队的时候。如果你还选择苏青作为你的靠山，那就当今天我什么也没说。如果你接受这个角色， 选择站在我这边，我保证，未来像新青年这样的角色越来越多。人的路是靠自己选的，我从来不喜欢逼别人做决定。怎么选，看你的。 你是想拿我牵制齐越吧？现在齐越对我很重要，只要齐越喜欢你，你对我就有价值。